点三分钟的压力释放不出来。结果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后场的出球，康妮妮非常拼过来，停住了，吴彦这个时候就停到中间，还有机会，停球这一下泰达后卫示意有手球的嫌疑，这球居然漏进去了，刚才应该是八号奥兰多萨，泥土那边应该有突然应该有一个，对，应该有一向前趟了一步，随后的传中球，这个球传的过于，哎呦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。我就说今天感觉张冲啊，前面的感觉都不对，从他的中间直接漏了下来。你这个机会，里卡多岂能放过啊？对方断下来，王秋明拿好球以后，把球推给董学成，董学成左脚射门，这球漏了，球进了，三比一领先的重庆斯威。他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接球这一下，左脚，后点给过来，再打，发球了。我是狙击手，狙击手啊，我是狙击手。你再看啊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冯卓毅，推进了。我就老实的，我听你的，听你的。你看，还是来传的漂亮，这头球，丢了球进了。位置进攻呢，他还要适当的上去。这守门员想什么呢？这不是手球，手球比赛啊。他一直看一下，大力直接打门，你看看进了吧？也还行。那好像确实长处没有那么的明显。这球，哎呦，这个不用往回报了啊，这个增能触得点大。奇妙的一件事情啊，挺奇怪，挺奇怪啊。我飞出线了就算了，我脚站在线里，不，他整个出来了。其实最近大连迎来里程碑，这个球其实张冲啊，手抛球是直接给曹永京了，打门，球进了，张冲的失误。对。这个球被曹永庆，然后一个抢断传中之后，迪奥普打进。第二零封，保持着不丢球。出球出现的失误，保利尼奥的射门球进了。没错，这是一个确实让我们技术运用的一个失误。可以说，并不是脚触球，而是这个小腿触球了。带了一下，先看这一次过来了，还有。皮球身体已经是过了球门线，张冲了，正来打了两个挡啊，是第一下穿了同位的两腿之间，接下来又是张冲，这一下我今儿了，喝招吧，这边张路肯定是把他往底线拖，马上不抽了啊，立马站起来了。